欢迎来到汇利证券环球交易部门中文团队特别推出的港股价值股快报栏目，只需要一分钟即可了解一只价值股及公司。今天要介绍的是中国大陆最大的食品及饮料制造商之一旺旺集团，他们的产品包括米果、乳品、饮料、休闲食品及酒类。旺旺集团有着非常大的生产线，足迹遍布全球各地多达61个国家。现阶段旺旺不断拓展业务版图，开拓东南亚市场，追求更加多元化的产业合作。截至2023年9月30日的中期业绩报告，旺旺集团实现收益约125.08亿元，同比增长3.91%，净利润约18.88亿元，同比增长8.53%。相信收益的增长是因为旺旺集团积极于新兴渠道，持续推进多元化发展，拓展了终端网点覆盖，其中自动售货机机器升级、内容电商、VM。原始设备制造商等渠道增速显著，同时通过优化营销策略，提升了资源投放效率，进一步增强了电商渠道的盈利能力。现在就来 POM 交易港股价值股，有机会赢取丰厚好礼。开设汇利环球账户，超低佣金交易全球市场，关注微信公众号及 Instagram 获取最新市场资讯及促销详情。我们下期见。